灵性的实相。灵性的实相这一出纪录片会带你展开一趟独特的旅程，一趟将改变你生命的旅程，一趟会丰富你的人生，同埋会将知识同埋安详带俾你嘅旅程。灵性的实相呢部影片要探讨嘅系静坐同埋静坐嘅体验。喺收睇呢个节目嘅时候，请你完全放松自己，好单纯咁观照佢，跟住佢嘅能量流动，唔好试图要去解释啲乜嘢，完全咁与佢同在。如果有任何的念头出现，请你将那个念头放在一边先，做一个深呼吸，和那个念头同在。这个节目是为了你而制作的，没错，就是在看视频的你。在整个造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只不过是一粒微尘，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着健康、安详、知识、繁荣、和谐。总而言之，我们都在追求着快乐而且富足的生活，无时无刻都是这样。我们都在为此而努力，为了达到这个状态。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呢？没错，我们是可以达到的。这一切只有透过对宇宙能量和自性知识的了解才可以达得到。现在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宇宙能量。宇宙能量遍及宇宙，无所不在，它连结着银河、地球、人类和分子。它是众生万物之间的空间，它是令到整个宇宙井然有序的连结位。宇宙能量其实就是生命的势能，宇宙能量在这里维持着生命秩序。我们是有意识地感受到星光体的存在，同埋有意识地扩展着我们的知识要素。宇宙能量是所有行动同埋生理功能的基础。在我们的深层睡眠和完全静默的时候，我们可以接收到一部分的宇宙能量，我们再运用这些能量从事日常的心灵活动，例如用眼去看东西、讲说话、聆听、思考，当然还有我们所有的身体活动。其实这些在睡眠之中获得的能量是相当有限的，它并不足以可以满足这些活动的需要。这个就是我们会觉得累、厌倦和紧张不安的原因。而这些现象也都导致了身心的压力，还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克服这些压力和疾病的唯一之道，就是获得更多更多的宇宙能量。宇宙能量是维持我们生命秩序的基础，可以令到我们活出健康和快乐。它可以令到我们一心一意地专注在当下的情景。它可以令到我们获得知识，而且也可以令到我们扩展意识。只有透过冥想，我们才可以吸收到充沛的宇宙能量。
冥想。睡眠是无意识的冥想，而冥想就是有意识的睡眠。在睡眠之中，我们就可以获得有限的能量，而在冥想之中，我们就可以获得源源不绝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提升身体、心灵和智力的能量。它开启了第六感之门，带你进入超感官的领域。在冥想之中获得的能量，会令到我们整个人都更加放松、健康和快乐。它亦都可以令到你的体能迈入一个更加高的境界。事实上，冥想就是意识回归自性的旅程。在冥想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由身体到心灵，由心灵到智能，由智能到自性，甚至乎是去更加高的境界那里旅行。要达到静坐冥想的目的，要停止一切身体和心灵的功能，亦即是说，我们要停止肢体的活动，停止去看、讲嘢，甚至乎是思考。现在等我们来讲一下冥想静坐的方法。冥想静坐的第一步是你的姿势。其实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坐姿，选择一种会令到你觉得很舒服而且很稳定的姿势。坐在地板上面，又或者坐在张凳上面都可以，甚至乎是坐在任何一个我们感觉舒服的地方都可以。然后好舒服地坐低落嚟，两腿盘坐，双手交叉。而家我哋合埋双眼，停止一切内在同埋外在嘅对话，亦都唔需要口噏噏咁念啲乜嘢咒语，你只系放松就得噶啦，完全咁放松落嚟。好单纯咁就系放松。当我哋盘好腿同埋双手交叉好嘅时候，身体形成嘅能量回路就会令到我哋嘅身体更加稳定。双眼系灵魂之窗，所以我哋应该合埋双眼。念咒语又或者是内在、外在的对话，其实都是心灵活动，所以亦都应该停止。当你的身体放松之后，意识就会进入心灵和智能所在的第二个区域。心灵都只不过是一堆念头，纷繁复杂的念头会不断地浮现在心灵的表层。念头会带来各种已知又或者是未知的问题。要超越心灵和智能的限制，那我们就必须要观照呼吸。观照是自性的本质，所以我们要觉察自己的呼吸。不要做一些有意识的呼吸，也不要做有意识的吸气又或者是呼气，等吸气和呼气自然而然地发生。你只需要观照正常的呼吸就可以了。这一点就是冥想静坐的关键，亦都是唯一的法门。
需要理又或者追究你的念头，不要执着在各种妄念、问题又或者是念头上面，不要理你的念头，将注意力翻翻去到呼吸上面，观照自己正常的呼吸动作和你的呼吸同在，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念头越来越少，呼吸也都会变得更加浅和更加短。最后，呼吸会短到好似一道闪光一样，停留在眉心的位置上面。这个是一个没有呼吸，亦都没有念头的状态。你所有的念头都停止了。我们将这个状态称之为无念。这个是一个静心的状态。在这个状态底下，我们开始接收源源不绝的宇宙能量。冥想静坐的时间越来，我们接受到的宇宙能量就越多。宇宙能量在我们的能量体里面流动，能量体亦都叫做以太体。能量体，能量体是由72000个器物还有能量管所组成，它们遍及全身。每一个能量管都由头顶的部位出发，这个部位叫做梵月。它伸展到全身的每一个部位，这些器物就好像植物的根和树枝一样。能量体是生命的基本设计，这个能量体是我们所有活动甚至乎存在的主要源头。在我们深层睡眠和打坐冥想的时候，我们的能量体就会自动接收宇宙的能量。我们使用接收到的宇宙能量去进行身体和心灵的活动，例如我们去看东西、讲说话、聆听、思考和所有的生理活动。这些功能全部都依靠我们所接收的宇宙能量才可以运作。宇宙能量的流通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念头。当我们产生念头，宇宙能量的畅通就会有所阻碍。换句话说，我们的念头是阻碍宇宙能量进入我们身体的绊脚石。
进入身体的宇宙能量变少，能量管里面的能量就会耗尽，消耗的能量体就会出现以太破洞，以太破洞会逐渐导致身体层面的疾病。换言之，所有疾病的源头都是因为以太体缺乏能量。在冥想静坐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充沛的宇宙能量。宇宙能量在能量体里面所有的能量管道里面流通。当宇宙能量流经能量管道，因为宇宙能量强大的流势可以清洗所有的以太破洞。当以太破洞清洗干净之后，我们就可以摆脱疾病。能量开始在繁越流动的时候，我们的头部又或者全身都会有沉重的感觉。某一特定区域的能量管道被清洗干净的时候，身体可能会有刺痒又或者是疼痛的感觉。有时身体的不同部位都会感到疼痛，这种疼痛可以不用吃药。做多一些冥想之后，所有的疼痛都会自然消失。通过静坐获得越来越多的能量，可以令到我们摆脱所有身体和心灵上面的疾病。如果我们坐在金字塔里面冥想静坐，它的效果会比一般的静坐快三倍。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金字塔和金字塔的威力。金字塔和金字塔的威力，金字塔是最稳固的结构，亦都是地球上面接收最高宇宙能量的地方。金字塔以52度51分的角度形成，这个角度可以令到金字塔接收到最高的宇宙能量。其实金字塔可以用任何的建筑材料来制造，金字塔的建筑材料并不会影响宇宙能量的接收。金字塔在平地上面的四个端点必须与东、西、南、北四大方向完美地对位。宇宙能量累积在金字塔1/3的高度，这个位置就叫做国王的密室。宇宙能量在国王的密室里面最强，然后再向整个金字塔扩散。在金字塔的顶端安放一块水晶，可以强化接收到的宇宙能量，然后再扩散去到其他的部位。在金字塔里面静坐冥想，我们达到无念状态的速度会比其他的地方
快三倍咁多。金字塔可以同更高嘅频率沟通。喺金字塔入边静坐冥想，亦都有治疗嘅效果，亦都可以提升静坐嘅体验。让我们重新回顾一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究竟明白了什么？静坐是通向自性的旅程。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超越身体和心灵，通过一个舒适的静坐姿势，我们的身体完全地放松了，而这样也都确保了身体意识的超越。通过对正常呼吸的觉察，我们超越了心灵。当我们超越了身体和心灵，然后宇宙能量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宇宙能量清除了身体所有的异态破洞，我们也都会因此而恢复健康。越来越多的能量清除了心里面所有的顾虑和紧张。当我们越来越多地去练习静坐冥想，心灵也都会变得更加平静和开阔，也都会令到我们有更加强更加好的记忆能力。更加多的静坐冥想也都会获得更加高的理解力，令到我们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冥想静坐也都可以增进家庭的美好和幸福，你的心态会更加平和。冥想静坐也都会令到你更加之健康。冥想静坐会帮助我们获得所有问题的答案。为了达到以上的种种，我们应该每日都坚持冥想静坐的练习。冥想练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又或者是任何的时间进行。就算是在路途之中，在一次静坐冥想里面，冥想的时间应该根据冥想者的年龄。例如一个30岁的人，一次静坐的时间应该至少有30分钟。进行冥想静坐，你不需要出家。每一个人都应该进行冥想静坐。小朋友是最好的冥想者，他们可以在5岁的时候开始练习静坐冥想。对于学习冥想静坐这件事，你不需要去寻找任何的 guru 又或者是大师。 guru 和大师就在你的身体里面，你的呼吸就是你的 guru， 你的呼吸就是你的大师。每个人都是这样。
性的实相，内在旅程。冥想静坐是我们意识通往自性的旅程。进行冥想静坐，我们应该转化身心。当我们转化身心，我们了悟自性，于是乎我们接收到充沛的宇宙能量。通过越来越多的静坐，对我们的自性的知识也都会越来越了解。现在让我们尝试去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知识。静坐会将你带领去到一个更高知识的地方。知识只不过是经验，而经验也都只不过完全源自于你的自性。通过越来越多的静坐练习，我们就可以接收到更高的能量。由于这种能量在每个方面都会有更高的参与，所以也都会带来更加高的知识。通过知识，我们得到更高的了悟和智慧。由于这种了悟，我们知道我们不仅只是身体和心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奇的存在。通过更高的理解，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所有境遇和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问题。更高的能量和更高的知识扩展着我们的意识。对意识的扩展就是自性的目的。要获得更高的知识，就可以通过更高的感官，例如是第三眼和星光体。第三眼是灵魂非常强大的感官，它在看着、感受着和聆听着更高频率的实相。灵魂的这三种功能被通称为第三眼。通过越来越多的冥想静坐练习，会有更加多的能量流入，亦都会有更多的能量来激活第三眼。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殊胜的经验。在第三眼开启的时候，前额会产生刺痒又或者是拉扯的感觉。我们会开始感觉到有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光在自己的身边旋转回荡。亦都会听到一些很低沉的说话声，甚至乎是走路的声音。有一种就好像在漆黑的隧道里面旅行的感觉。
当我们的以太体在越来越多的静坐冥想里面获得足够多的宇宙能量之后，我们第三眼的视力也都会越来越精神。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到世间和其他存在界的景象。精纯的第三眼令到我们拥有比肉眼更透彻的视觉。我们可以见到其他频率的实相，我们可以见到五官没办法感知的事物。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没办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感受，我们会听到内在的声音，又或者是由其他频率所传来的乐器声。我们可以见到那些已经不在世的大师显现，我们可以见到那些大师以我们熟悉的形态出现。静坐的功夫深入了之后，我们会开始见到以明光显现的大师，我们甚至乎还可以在明光之中辨认出大师的身份。我们会听到大师给我们的讯息，我们会有一种在隧道里面摸索之后，终于和光合一的感觉。透过第三眼的体验，我们可以解开所有生命的答案。透过大师的讯息，又或者是透过看到和感觉到其他频率的实相，透过以上的种种，我们有了新的选择。我们的信念改变了，我们的知识和了解改变了。有了第三眼的经验之后，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也都改变了。让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个自性的工具，星光体。星光体是自性用来感知其他频率实相的工具。
星光体是意识的另外一个形象，就好像我们的肉体一样。在正常的状态底下，意识遍布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当我们接收了足够的能量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感知到其他频率的实相。意识开始以星光体的形象活动。我们无意识地感知到星光体的经验，就是我们平时所发的梦。在冥想静坐入面，我们是有意识地感知到星光体的存在。星光体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在意识到星光体的存在之后，我们开始感知到新的次元。在冥想静坐入面接收到充沛的宇宙能量之后，遍布在身体入面的意识开始朝着一个点移动。意识移动的时候，身体会微微地颤抖。我们会有身体正在漂浮的感觉，但是我们就感觉不到手和脚的存在。这个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一种好像羽毛轻飘飘而且安全的感觉。身体的不同部位都有可能会出现移动的感觉，有时甚至乎有整个身体都在旋转的感觉。这一种就是所谓的星光移动。冥想静坐的经验越来越多，我们获得宇宙的能量就越多。意识以星光体的形象快速地旋转，接着下来也都会引发身体的移动。在身体移动之后，星光体就开始沿着一条银色的光带离开身体。这条银光带是由高频率的意识所组成的，肉体和星光体就依靠着它来彼此传递信息。星光体透过这条银光带开始神游太虚。星光体出游就是意识离开身体，去了一些已知和未知的地方，又或者是频率那里。透过星光体出游，我们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知识和对自性的明白。星光体出游的时候，我们的星光体可以穿越一切有形的物质，例如是土、水、火、风这些已态的四大元素。星光体可以毫无阻碍地游访其他的频率。
星光体出游的时候，冥想静坐的人可以见到自己的肉身。通过出游亦都可以获得卓越的洞见。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是身体和心灵那么简单，他明白身体只不过是他暂时的居所。这一次是一次相当之了不起的明白，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次星光体出游的经验。经历过星光体出游之后，我们的局限感就会消失了，我们明白自己是无限的。有了这番体验，也都令到我们明白自己就是意识，明白自己是无限的，也都明白了生命很多崭新的词语。涅槃。随着静坐的功夫不断地增加，我们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宇宙能量。宇宙能量改善了我们对当下的投入。身体、心灵、自性对当下投入得越多，我们就会对情景有更加透彻的明白。这份明白就是知识。一般人只可以由情景之中获得经验，但没办法感知到在情景之中蕴含的知识。这是因为他们只是用形体来了解情景。但冥想静坐的人就可以完全地了解情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只是一具肉身，他知道他是肉身里面的居住者。他明白所有的情景都是为了生命的进化而发生的。有了这些体验，并且将体验落实到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获得了生命的真知灼见。这份真知灼见开启了千万道生命的妙门，揭示了感知的新次元。我们的理解力、感知力和知识获得了无限的扩展。接着下来，我们的意识随之扩展，开启了浩瀚的智慧之海。我们将这样的智慧称之为千返金莲。每一块莲花的花瓣都代表了一个解悟的新次元。感知到的次元越多，我们就获得越多其他存在的知识。这份解悟令到我们知道，生命并没有死亡，我们是永恒的存在。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与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只不过
是一粒宇宙意识的微尘。我们的自性以以太体的结构离开了它的源头，我们为了经历独特的经验而来到世间，我们为了体验世间的经验而选择投胎的子宫，我们的父母、环境和生命情景。自性完全了知生命的整体设计，意识微尘选择了母亲之后，就会开始进入母亲的子宫。意识进入子宫之后，胎儿就有了生命。肉体依照以太体的宇宙能量和因缘而产生了形状。在第一次呼吸之前，意识会频繁地回到源头，胎儿离开母亲的子宫之后，开始了他生命之中的第一次体外呼吸。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诞生。从诞生去到七岁之前，我们对源头是有意识的。心灵在七岁的时候开始成形，在十四岁的时候完整成形，智能在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启动，去到二十一岁的时候完成发展。在二十一岁至到二十八岁期间，我们体验到身体、心灵和智能的结合。从二十八岁开始，生命的发展完全仰赖自性的知识。一个对自性没有觉知的人，他的意识就会停滞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意识的停滞是悲苦的开始。这样的人不了解生命的情景，他的生活里面充满着危机，他开始进入僵化的概念里面。僵化封闭了宇宙能量的流动，能量的封闭令到他饱受疾病、压力和紧张之苦。他在毫无觉知的状态下虚度一生，他不了解生命的目的何在。他由童年、青壮年到老年，而最后在未完成生命的目的之前就离开了人间。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死亡。就算在死亡之后，抱持错误肢解的僵化心灵依然不允许意识回归它的源头。
在错误的肢解底下，他创造了地狱和天堂，并且徘徊在一个低层的星光界里面。在自性之中的生命，令到一个人在任何的情景里面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悦。就算死后可能会进入较低的频率里面，他最终依然会回归源头。透过第三眼星光体出游和生死的知识而获得高层的知识之后，我们就会对身体、心灵、智能、智性和生命力有了圆满的了解。了解意识是能量和知识的结合。了解意识来到世间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能量、知识和创造，始终生活在这份明白之中，我们对整个造化的存在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有了这份明白，我们变成了一个奇迹的创造者。然后我们的一言一语都会成真。起心动念都会化现。一举一动无处不见创意，这样就是开悟。本节目内容涉及灵修，并没有现存医学上面的直接证据，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视频所讲的境界，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疾病，应该更加理性地寻求医护人员又或者是药物的帮助。不要以为灵修可以解决一切的事物。跟大家讲这段声明，并不是因为我怀疑这个视频所讲的内容，也都并不是说这个视频所讲的内容有误导的成分。我们不排除会有一部分的人在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就会觉得有病是不需要看医生同埋食药嘅，咁样有可能会导致病情拖延同埋恶化。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就并唔系我做呢个视频嘅初衷啦。我必须要同大家讲清楚。